晚安。我终于开台了，我一个礼拜没开了，你们还记得我吗？一个礼拜就忘了我，你们跟我一样金鱼脑。安安，红茶，开币，漏完了，嗨，平顺，嗨，青红，小伟。拉迪赛孟佳，今天第一天电玩展，嗨十一，应该不会有人现在正在夜排吧？嗨烟熏鸡腿，对啊，应该不会有人现在在夜排吧？而且现在外面还十几度哎、欸，我还在公司，可能在公司看台加油，好，你也要加油，因为还在工作。嗨，陈东哦，你账号不见，为什么账号不见了？好久没开台了。对啊，因为这几天真的是忙到炸，很多事情要安排啦。然后对，然后忙，又不知道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像我今天展期结束，我已经觉得今天很早下班了，因为今天有提早，然后聊天啊，然后回家，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我今天也没干嘛，我回家整理一下，然后把东西全部大概整理一下，然后十点就这么快十点，然后我想说先去洗澡，洗完澡之后就十一点了，也太快了吧！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哎、欸，就已经十一点了。然后我想说，我今天一定要开台，然后我想说也太快了吧！我昨天根本就没做什么事情，今天睡衣太可爱了，对啊，那个睡衣很可爱。嗨，夏天揭露成 Miss 恶魔猫，我看一下 Berry， 哎、欸，是博瑞，嗨，这次不去电玩展了，真的假的？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吗？要考试是啊，因为这两天有人要考试，对不对？因为很多学生要学测，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要考试。好啦，加油！现在不要再看台啦，赶快去看书啦。应该不对，应该是他们要赶快去睡觉。对，但是不要睡过头，因为明后天要考试。对啊，嗨，一居居，你知道地狱隐藏成就吗？地狱隐藏成就，对啊，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哎、欸。我只知道好像泉水跟什么，我知道成就有一个泉水跟什么。嗨 ，Jack 小谷，哎、欸，结婚哥来了，结婚哥有来电玩展吗？杰哥住哪？嗨，鱼宝，午餐记得吃。有神魔他们都会给我们便当。嗨 ，S30362， 今天去会场竟然没遇到你，你几点来的？我不一定，就是要看他们把我分配在哪里。有时候会在投篮区，然后有时候会在那个，我今天好像只有去投篮区吧，几乎都在投篮区，去了两场还是三场吧，好像两次吧，去投篮区，然后早上去还有去那个一抽入魂，然后没看到我的苍蝇王，我想要苍蝇王，礼拜一我一定要抽，礼拜一会加倍苍蝇，好想要哦，对啊，然后我有问大家，就是我有问。还蛮多人想要抽关羽的，然后也有遇到有人想要大圣，然后还有人抽到那个，谢谢，感谢董内。想找你朋友，想找你拍照，害羞就擦身而过。真的吗？怎么不拍？怎么不拍？擦身而过，至少也让我就是知道一下你。哎、欸，你们太害羞了吧？干嘛不来？不然干嘛都不来跟我认，就是讲个话，接了我明天来 PK 篮球。哎、欸，夏天你打你几分？我跟你讲，你们一定要去打篮球。然后我跟你讲，打篮球，如果你没有来电玩展，一定要打篮球。来打篮球，绝对不要用投的方式，就是你要用抛的方式，因为，哎、欸，我忘了关哎、欸，哎、欸、呀，我先把它关掉。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因为那个投篮呢、啊，投篮
就是你一定要用这样子去抛的，因为你投它那个篮，那个你如果打到那个篮板，它不会真的，它会被弹回来哦。对，我昨天直接冲到苍蝇汗水的。嗨，杨哥，Terry，隐藏成就全按。对啊，我有看到杨哥。嗨，鱼雷，今天早上就在会场了，可是现在人太多，不能待太久。欸，其实根本就是卡在中间啦。对啊，等下把通知关一下。板子跟框很小，要用小抛的。对，那如果你天生手长。如果你天生像长臂猿这样子的，我跟你讲，你可以直接靠上去，直接这样放上去就好了。我这里今天有遇到一个人，他大概目测有快190了，超高。然后他就真的直接这样子哦，然后就拿着就手真的，直接轻而易举就50分，哦，好强啊！我说天哪，超厉害！我说那个他直接靠近，然后手就直接弹过去，超强。现在看到很多民众，然后我跟你讲，投50分就好，100分太困难了，100分可以直接绝过，除非你对100分有超大的信心，是不是100分也可以让你就是运气很好，对不对？就是让你投中。嗨，Danny，Danny，DANIEYKK，今天看到很多观众，顺便认识。哎，你哦，你说你今哦，今天看很多观众，真的假的？你是在现场看到很多不干这种，你有说你是肉丸人吗？你有跟大家讲说我是肉丸人？嗨 一个夏夏啊，一个夏夏你在排队，夏夏你在排队，你现在在排队吗？你要多穿一点，今天晚上10度真的非常冷。我跟你讲，我在会场里面，今天下班我一出来我就觉得真的是超冷。会场里面就真的算了，因为他在里面。我跟你讲，出了会场，我真的是觉得冷到爆炸，真是差太多了。嗨，Super Jamos，GENOR，安安，相见欢，多远？那个是冠然吗？今日新者什么我动不了。嗨，世勋，算作弊吗？不算，不算呐、啊，就人家他的手很长啊。嗨，Super Jamos。抖内赖有群吗？有啊，哎，不是抖内，是订阅，订阅才会有，对啊，因为订阅比较好去做管理啦。谢谢劝安安，今日心得人不能太好，为什么做人不能太好？学测已报，真的假的？你有信心吗？要考好哦，安安正红。Jacky 二四才能去，二四的话就可以来 Twitch 找我，不要就是跑到神魔那边，就是24号，对啊，然后24号在那个 Twitch 那边，你在排队，你有排到前100名吗？如果你有排到前100名，你应该很早就去了，去那边排队，超级冷，会场很热，我跟你讲，真的会场很热，因为人才太多了，非常多。排队大神，夜排的时候记得穿多一点，真的。谢谢董内，浩阿姨明天来去找你拨浪真的吗？你说的哦，你我跟你讲，你土豆叔叔大家都听到了。我跟你讲，他说他明天要来找我，他要拍一张照片为证。我就看他 有没有拍到我，记得交照片。我跟你讲，所有观众都看到了，记得交照片哦，土豆叔叔。我都穿外套了哦，哎，我跟你讲，有些人，因为他，有些人他们已经今天有夜排过了，所以可以，就是有些人有经验，对啊。安安怡婷决定过年一定下24号要抢，24号要抢前100名。我觉得礼拜五应该是说昨天吧，昨天人前100名。好像今天比较快耶，因为我今天好像，今天我差不多5、6点下班，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门口已经差不多100名嘞，超狂的。可是好像前一天就没有这么快，对啊，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过年，对啊，
其实很忙碌啦，这段时间，然后电玩展结束之后，我一直到过年前，每一天都有事要安排，所以我根本是还有后面的事情还没处理好，所以我就觉得，哦，整个是行程很满哎。然后包括就是我电玩展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有事啊，除了今天没有事啦，除了今天然后要地狱级直播，对啊。请问24号前100名是要早上10点排吗？早上10点排真的很狂哎、欸！你保证拿第一名次吗？那你那一天10点排，那你还要进去官位，就是还要去里面逛吗？上天就最后一天夜排，真的假的？大家一起揪是不是？我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感觉电玩展都很是寒流，好像是，而且这里这5天刚好就是寒流。今天5点已经100人了。嗨 ，Kobe， 安安。刚刚有人说神魔早鸟5点多就排很多了。哎，我跟你讲那个画册，画册我现在手边没有，但是我跟你讲那个画册真的，我真的没有骗他，我真的觉得好棒哦，那个画册，就是觉得，不知道，就是他，我觉得他做的质感真的还蛮棒的。那本画册，就是我们大家都还蛮喜欢的，我听过蛮多评价的，大家都很喜欢那本画册。对啊。今天下午5点多，地狱很难打，真的假的？算了啦，今天就是打一打，早点结束。就是大吃大喝，时间快到了。今天夜排是我23年来自虐的5天。夏天你今天还要夜排吗？夏天你在排，你还要排吗？夏天打算冲几本这样？录完说我就是很智障，我录完人啊。神略，我看到阿红在忙，我还乱喊他的名字，这种什么意思？我看到阿红他在忙，我还乱喊他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啊？进得去出不来，画的真的很精致，我还在第三关哎、欸。第一天画册GG，想要画册，嗨四风。我也很想要画册，我抽到第三本画之后马上翻白眼。为什么夏天你抽啊？你去参加那个人品大爆发对不对？人品大爆发夏天你真的是那个抽虚欸抽礼物那里吗？是不是？就是可以抽一些礼物的。然后夏天抽到第三本画册，卖了，直接现场卖了，果断，真的假的？果断队长一本。有一个4本还说要画册，傻眼。夏天我收50美，50美收哎、欸，夏天你赚了。你掉前100名才有签名吗？你说那个退群是这样子，对，退群好像他们每个实况组好像只安排100个人签名，因为我们、在现场好像只有一个小时，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吧。对啊，然后可能100个可能还要签很快，怕会大家会来不及这样子。这段时间要加油，好，谢谢鱼宝，感谢你用木妹慢慢吸血，我可能会昏，我可能明天，我觉得我可能如果要用木妹吸血的话，我今天可以直接去夜排了，你知道吗？我可以直接去工作。我应该夜排的时候便来开实况，是我今天决定用魔队打锅，然后顺便来开实况。然后结果我跑去那个隔壁的摊位排 PS。我在舞台下想找他，只是喊阿红，他好像傻眼。为什么？他应该是蛮开心的啊，就是有人会就是叫他。你没有跟他讲说你想要跟他合照之类的吗？欸，录完了你怎么没来找我？你是没看到我是不是？我突然好想到我有个媒体证，明天交出来拍，给我拍。你好好沟通，对，就是你要跟我讲，记得跟我们摊位的人说，就拍得到了。他应该翻白眼悲戚一下，还好吧？人体大爆发，火箭大爆发，必须绿边，必须绿真的很可怜。他那个牌。他可是你抽一抽入魂抽到很好啊，你一抽入魂他想要撒旦，然后他排了一个小时真的抽到撒旦，欸，真的运气超好的，欸，我觉得抽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小时都值得，真的，因为就是
如果你抽到不想要的，你就会很犹豫到底要留他还是不要留他，因为你毕竟要花一些时间去排队。然后可是他抽了一个小时就抽到，然后他人品大爆发，花了两个小时抽到什么，他是抽到什么，好像是抽到一个很烂的东西，就花两个小时去抽啊，乌克魔法石对不对，还是什么想买。对，我很久没开了，还有唐伯虎点秋香。哎呦，我这个礼拜都没开，所以我想说今天一定要来打一个地狱级，要不然的话太久没开了。今天你看到队长很可爱，嗯，你有跟他合照吗？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热血队长，对，因为他非常热血，他会直接跟你搭讪。对，我想说拉上来黑金应该是石头，结果是画册，眨眼越想要越不来，这是果然是独行之塔。要不然夏天你想要什么？夏天比较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队长人超好，还带大家一起喊我爱什么？对啊，哇塞！我现在一定要去排队哦。对，嗨，陈旺，夜排的时候会睡袋去会场，要还是要注意保暖啊。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很冷。对啊，我今天只是在休息室想睡觉，就觉得很冷。还跟小许聊天，录完人也在，希望明天能拍到。应该是明天，对啊，看有场次吧。对啊。而且我们今天在小摊位，不知道明天的行程会变怎么样，因为会有做一些跟动。对啊，我们应该也是到明天才会知道。那如果在摊位上有找到我的话，应该是可以合照啦。如果在摊位就是小游戏区遇到的话，应该是都没什么问题。不知道24号11点能不能排到。如果你是说晚上还是早上，如果我也不知道欸，像今天真的还蛮惊人，可是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啦，今天晚上5点就已经百人了，第一集很难哦。我抽到向日葵跟优格图，肉丸人本人真的很肉丸，是吗？你来给我看看，让我看看是不是很肉丸。新饭店，谢谢。感谢订阅，哎，感谢砂锅。希望明天可以看到红玲，今天辛苦了。好，明天记得来找我哦。虽然好像就是大家都找不到我这样。今天星期五，这是抽到音乐盒吗？好像，哎，好像有音乐盒哎。对，明天应该是说今天星期，今天是假，今天礼拜五大家放假，因为明天放假，所以大家都来排队这样子。博安说明天可以去电玩展了，对，因为明天去年三姐妹有合照到。三姐妹是哪三姐妹？我可以喊突然有太阳礼物。我要考试，好 ，EGG 要加油。又害羞坏了是什么？又是害羞坏人的事。我看到很多认识的都没有去拍照，为什么？大家都很害羞。夏天你想要音乐盒，你没有吗？我的零嘴剩多少？我零嘴好像剩，等一下，你上次买给我的那些，我好像吃剩下，好像剩下几包吧。我可能要再去翻一下，剩下开心果，然后还有那个鱿鱼丝，还有几包还没吃。对啊，然后很多都被我直接解决了。水死魔加倍抽到光狂魔。我也很害羞，因为对啊，因为有音乐盒哦，真的哦，鱼宝之前有跟我合照过，让我看看。今天没在电玩展看到你，你今天有来哦？欸，我这个是在打到一半还没打完，应该我在解公会任务吧，我猜啦，我都忘记了，我今天在休息日一直在打的。地狱级很机车是非常难打，就是全按。感谢小叶，感谢小叶续订，谢谢。我五天都会去，真的假的？如果这次不能上去，惹难过，踢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小叶，是我这次不能上去了，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而且大家就是这次上去，就是反正就是人非常多啦，就是今天真的是多到有点吓，就是有点吓到今天，毕竟今天又是第一天嘛，然后就我真的有吓到，没有跟红玲合照过，吓化现，吓化现吓。哎、欸，你们打完地狱级了是不是？你们打完地狱级了是不是？我要先下班了，好，路上小心，明天见。有一关拼图盾要强化，看这也太机车了吧！你拼图盾整个全部都要强化住吗？那我可以带，哎、欸，不对啊，如果他要泉水。全部转强化的猪带巧巧、哦，还没体力。队长是去玩的，还没开始，放弃地狱级了。我现在带，对啊，不然是带哪一张卡、啊？如果你要解泉水的话，嗨，鬼鬼，鬼鬼今天有来吧？今天他阻止有来。我想要跟 pose 啊，如果你遇到我，应该都可以拍照，在摊位区的话，对啊。一转水北，我没有一转水，没关系，我等一下看一下我要怎么打比较好。水岩系通关，水岩系很好过，是不是？好像用水吸啦，好像用水吸啦哦。好强哦！嗨，小品安安，我用亚伯翰哦，亚伯翰。哦，其实我蛮少用亚伯翰的，我都不知道亚伯翰到底怎么玩。我应该只有明天可以见吗？哎、欸，你们难得上来，就让我看一下吧，真的拍个合照啊！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火屋应该不会穿了吧？虽然我每次穿的都这样子。哎、欸，我真的觉得，对啊，我之前穿的时候也觉得我应该是最后一次穿了，就是我想说应该换新衣服啊，结果还是一样。哎、欸，我好像还有一个关卡还没打、欸，哎，我拿一下钥匙啊。哎、欸，尝试用全三国，今天真的排队的大家也辛苦了，真的，我看到大家就是辛苦来这边，下次见人太多了，后来只有小队长带队逛哦。亚伯翰不是双成就水，哎、欸，亚伯翰是什么主？不是神吗？他的成就不是？谢谢斗内，谢谢砂锅，红包比砂多，砂锅，谢谢你，感谢砂锅斗内，谢谢，明天见。对啊，记得要来。然后我跟你讲，大家要注意安全，然后记得穿外套，因为里面很热，外面很冷。对，全魔人好多，我跟你讲，真的挤不进来，你要出去都有困难。但是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就是比较好啦。对啊，因为应该一定会改善的。前后队长一样隐藏针，就好像是全案吧。嗯。臭青红，你有预购吗？什么预购？什么东西？晚安，苏克娟老师，晚安。H S 想去，但要考试。
加油，考试要加油，真的。反正你考完试之后还可以，还有一天嘛，还有一天可以来啊。哦，公益活动哪一次？我之前有做过几次公益活动，我都忘记是哪一次的公益活动。我很害羞，好吗？晚安，王爷。晚安 ，Albert，Albert YCT。忙完电玩展还开台？对啊，因为我想说，就是太久没开了，然后，对，然后还是要打的一局，所以就开了。很忙，但是还是要打。还以为休息啊。对啊，反正还是要，至少还是要拿到这张卡啊。之前好像有一次，每次动漫展的时候啊，然后都开新的地狱机关卡，然后我也是就很懒得写。对啊，因为跳的人超很多嘛，非常的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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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无限个非常来回答你。所以就刚好看到小队长，感觉跟做梦一样。问旁边的人确认，难得。晚安，晚安，Super Jumas，晚安。大家要睡的早点睡。我应该等一下打一打，然后结一个成就。那你看到我会不会跟旁边人说那个是红林吗？会不会？嗨，泽明。每年的电玩也很多，但是今年的好像真的非常的多，真的。欸，还有人在夜排吗？除了夏夏在夜排之外，还有人吗？香港那次开幕演戏也是第，对啊，就是有，就是每次做展的时候刚好有时候就拦截，你知道吗？好啦，对，我看一下，水原希、双鱼、文仲哀、水哀，哈，我没有水哀欸，水哀是要拿来干嘛的、啊？水原注意的地方啊，忘记能跳起来。文仲水哀哦，一转水北，我没有水北啊，那怎么办？文仲水哀，百搭卡好。对啊，可以带他吧？还是他转强化珠一定要水？没有水北欧，水欧用水妹，用水妹哦，用水妹，没有水爱用水妹。那到底那时候我没有水北欧怎么办？水北欧。炮兵也行哦，炮兵也可以，所以不要带小乔，带炮兵，带炮兵，嗯，为什么是带炮兵？炮兵什么族啊？狩猎，不是，对啊，为什么？这里有抽到百大卡吗？对啊，有人抽到百大卡吗？也可以用基友合体，基友合体，客人推荐基友合体。那我你说是什么要配基友合体啊？阿米，容错高，王一条血有40000，我也太夸张了吧！这个克死给他啦！记得打水舞蹈啊，有了，我上礼拜有打。怎么办？我先去厕所啊，这样可以吗？还是水妹要换掉？水妹要换掉那个？水妹换？
好冷哦。换赵云用意。哎、欸，我跟你讲，那个讨伐、啊，讨伐不要脸，就我那边打了好几次，讨伐的卡不是很烂吗？毁灭幻魂石魅力，毁灭幻魂石魅力啊！可是史密利，古希幻水史密利啊，水北遗族，我的，再讲一次。紫龙这是地狱用，等一下哦，我肌肉有没有练啊？嗯，还好。那乔乔要不要带？乔乔要不要带？讨伐卡普布我觉得还好，对新手来讲就可以了。对新手，那要氪很多次。我双鱼没有满技、啊。嘿，奇遇爸爸，奇遇，嗯，秋水浮萍，你竟然看到很失望。哎，这肉片还蛮好吃的，哈哈。蜜汁猪肉干，加喝椒，要带条条。等一下，看看，你用队友神息。史密利，今天去店长弄了一肚子火，今晚又这么热，大家都很不开心。孟佳，好，记得来看到我要跟我合照哦。他跟猪肉，蜜汁猪肉很好吃。他不是猪肉干吗？是啊，但是点猪肉干呢、欸？嗯，蜜汁猪肉干。对啊。这蛮好吃的耶，好久没吃屎了，今天准备吃屎啦！终于晚安，明天见，还没12点哦，差不多了，咱们很好，我可以去地方上 ，Go， 走吧，荣科要不要改？龙科水攻击力20，所受伤害均有80。我只能在办公桌不开心。为什么？你没有？你没有那个吗？没有休假？我连说的太多了，挤不进去，真的人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好像快比较傍晚的时间比较人比较少，像我今天回去的时候，就是下班的时候人都走光了，可能他们也停止发放了这样。像松海区他有说几点要关吗？人骨成见，水木同康，只能硬转，那里真的没办法。嗨，玉米，鼠丹丹中 ，me too me too， 我也要。哎，丹丹啊，明天，可是你明天几点上来？我想要吃丹丹，礼拜天能跟我合照。如果你有，如果你有看到我，
拍照应该是合照都是没问题的。嗯，如果有在摊位上遇到我的话，但是如果你排队排到的话，不见得，因为我不见得会在每个摊位上，因为他摊位太多了。我订阅没了，一个夏夏，夏夏现在才发现，突然头像不见了，这样。欸，我干嘛选这个啦？北西哦，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战友好不好？成就不是成就，队长的队友相同，对，好，排行榜，参加三年，今年真的是最差，应该是说今年是摊位最小的吧？对啊。嗨，淡定阿姐，你要赖我，明天我一定要捕捉。好，记得来，只是要小心人潮，注意安全，真的，大家注意安全。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怕被撞的话，是那个就是除了要穿暖以外，记得那个安全帽戴好，好，记得防护设备要做好哈。谢谢斗内。这几天都要工作，谢谢小品。找红玲拍照 QQ。没关系，反正之后还是有机会，对，就是大家会一起聚餐。对啊，反正就是这几天真的是人也很多啦。要遇到我，可能只能看到我，可能还只能远方看到。就是机会，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靠运气，真的是要靠运气。来撞回去你有看那个电影吗？那个电影不是撞回去就戴安全帽，然后还要穿好防护设备。拿佛珠，嗨，拿佛珠，对，就是可遇不可求。好啦，我看一下那，欸，那暗队都用这个哦，吕布哦，这很强耶。其实吕布也行啊。埃及到底是放在哪里的啊？每个人都有水埃。嗨 ，ASDF， 我们要穿橄榄球。用铝，但对，用铝布很正常哦，就比较好过。啊，希望今天可以打完，希望今天可以打完。我跟你讲，我前几天啊。因为我们昨天跟前天，就是今天我，因为我家住比较远，然后去会场至少要一个小时多，可是就是如果塞车的话，可能至少一个小时半，基本上应该一个小时半跑不掉啦。谢谢董内，感谢 Rich。今年去不到店玩，只好看你直播。哦，谢谢 Rich 董内。对啊，就是哎，其实我大家都没有，就是刚好都要工作哎，然后有的人学生又要考试，所以很多人都没办法来。嗯，然后我看一下，那感觉感觉掉完了，还赚了300块。对啊，今天是那个 Eric， 就是那个常威嘛。对嘛，我有记错吗？生日快乐，大家祝他生日快乐，六克。我第一关全力打中间，一定二三回合打死，不打明天继续。按对可以。明今天中午吃便当，对啊，我今天中午吃便当啊，嗯啊，就是我从我家里就是到会场要一个小时半，然后其实我这两天其实睡蛮少的，我昨天。我最好像才两三点才睡吧，但是我一定要5点起来准备。对啊，7点要出门，8点半要到。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其实我觉得我需要夜拍，你知道吗？嗯。嗨，威廉。我看一下，平顺说第一关要打中间，是不是？哎，事后揭露也生日快乐，是不是？对啦，今天揭露也生日啦，大家有跟我讲，所以今天也是揭露。哎，我跟你讲，揭露他投了180，应该今天也很快乐。对，揭露，对耶，大家都刚好今天生日哎，
对啊，今天是二月，一月是什么什么水瓶座？是水瓶座吗？是水瓶吗？太人爬得起来吗？今天还好，但是我觉得不是昨天还好，今天我可能觉得我很怕爬不起来，天睡不来少。可是肌肉你也爬了三次，你玩了三次吗？你真的玩了三次？可是我觉得那个真的一定要去玩，我觉得那个实在太好了，我连我自己真的很想投，不骗你们，我真的很想拿呀！而且我180分有5只大鸟，我竟然还有5个素材耶，我超想要，我真的是缺素材，缺到不行哎，真的是忘了带挂虎炮去。对啊，我、哦、是摩羯哦，23号才是水瓶，那个啊，哎、欸，哦，卡三天日是哦，交界。是，我跟你讲，前三次排队学经验，不学就是学习，然后第四次就抓到诀窍。哎，是先打中间的，首先注意他啊，万先把技能全部吸起来，是先打中间是不是啊？陪我持续刷新记录就好了。强化猪拼图盾可以连着消，所以没有很恶心哦。它是可以超出外面的吧？强化拼图盾是可以超出外面，是不是？打王一王哦，王一还没王一，看一下，可能吕布比较好打，是不是啊？明天带支笔去改班，哈哈，你好猛哦！而且你知道那个笔还要一模一样，先记一下他是用哪一家的笔。他是什么？三回合内移动腐蚀缩短2秒，最多减至1秒。打第一关，打中间三回合要打死他。哎、欸，他们把我水珠转走，我怎么三回合打死他、啊？这也太难了吧！他就把我水珠转走，我上手打死他、啊，输点10块，前一支笔。明天我们也不知道行程欸，所以真的要明天我才会知道。再给地狱比别人才说难，这地狱别人才说难，这也太恐，真的是为什么每次都出这么难在这个关卡啊？我已经没时间手替太他随机转都转到水珠，都两次好像都转，而且我现在只有两颗还是怎样，我真的很衰，我可以关台了就对了。我说今天不宜开台，今日不宜开台。两回合，哎、欸，我剩一回合，我怎么可能打死他？关台啊！第一关也太吃运气了吧！二阵循环，如果自我膨胀会变几？争取休息时间，他要你早点休息。也许哦，他说快点回家吧，赶快去休息。试试水舵。回复力很高，啊，你说亚伯罕哦，
亚伯翰吗？好，我要认真一点。很好。我没装好，啊不！可搞什么两秒转珠啦？我差点就可以了、欸。啊，那我看一下王也好嘛，我想要看一下王长什么样子。亚伯翰很好过，请赐我天将。可以了，然后呢？奇迹是不是？其实你把炮兵升到99等，就能撑过两次奇迹的。真的耶，对你这样说到重点了。其实我应该把它吃到99。亚伯翰比较吃技术哦，神秘力量、奇技能哦。那我就不，他两只会打死我吗？哦，因为他是分开的哦，那他其实也不太会打死我了。不想洗技能也要得洗啊！啊，没危险，错。哦，好烦哦，这也太难了啦！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就算认真打，不然后去洗技能，也可以，也可以洗技吧。对啊，我要认真。12点以前，我应该过不了。认真模式启动。哎呦，怎么这么难？我觉得我连过第二关都有困难、欸，太难了！明天跟 Terry 调速。哎、欸，这很故意耶、欸，而且他还不给我水珠耶、欸，这关卡很有事哦、喔。根本存心来客体回的吧？被毒心了。其实也不能全体攻击耶，因为如果我全体攻击，就不能袭击啦。嗯，你把等级练高好了。可是我好像没有水的肥料，我今天把水的肥料都吃光了。
再给你。我最久的应该是26666，好，洗六回合，没问题，洗六回合。先回血。其实也要回血啊。嗨，秀静。慢慢打，三颗三颗转。应该可以快了吧？我看看啊，一，对啊，应该可以了吧？全跳啦！谢谢圣奇。圣奇续订，谢谢。今天圣奇好像也待到很晚。嗨，雪景。开文众，开文众，那我把所有的心转掉了哦。嗨，东方恶魔，晚上好。现在不能开了，哈？所以是现在不能开了吗？等新株式能全效就开一二三四五六，小许打地狱级打得很火，那个是延迟，所以现在可以消吗？现在可以消吧，现在开吧，消新株也可以，对啊，应该可以开吧，六组分两个消就好了。这个水非常给力呢。直接破防，可以准备开，可以开一支延期，开一支延期，因为我刚刚他天降水珠太多了啦，所以才破防吧。对啊，他刚天降给他给很给力。这延吸好了，你死病率吸进还久了。对啊，嗯，看死命赌很大。
因为我史密利没有给他吃啊，他就算你练小怪给他练了，你还是要吃大鸟啊。来了，来了，就是这个吧，拼图的是吧？需要指定的形状消除相应啊，相应数量的强化石。等于我要消五颗，他不会有大拼图的吧？他不会有那个 H 什么大拼图吧？欸，那个 H 我真的有时候看到真的是会觉得很夸张欸。开始秘密，我跟你讲，我需要排租怎么办？怎么办？我需要排租啦！你要把所有强化出塞在里面呢、欸。对呀、啊，你不觉得很难吗？这怎么转？一二三四五。我跟你，我转到了，可能只有一康。没血，不是没杀死他啦，我真的只有两康欸，刚好五颗，完了，死定了。这样我还要跳，看，有水珠就死不了，那我等于要玩他再洗七回合咯。我还要再洗七回合，对嘛？我还要再洗七回合，做强化猪嘛？我要自己先做强化猪嘛？可是我觉得我做五颗可能也做不来啦，可能就是要补血。对啊，可是我这样子补，你这样我补得回来吗？我只有五颗欸，五颗回来吗？只有回血，开合体补血。可是他没有两组啊，他只有五颗欸。两组，你不要转全体，要相信天降。补血高康两组水族五 combo 以上可以，可是哦，有六颗哦，我眼馋，要相信我了，好。没了，我只剩四颗。这关双鱼无敌呀、啊！可是我双鱼他没有练好啊。开合体。只能爱他一下。只能猜，或是延期，反正我就先把杂猪清一清喽。这神难的耶，
巧巧，不要再睡觉了。啊，怎么办？一二三四五，剩五颗了，等死你一跳。水珠剩，五颗不太行。要看水元星吗？看元星。跳了，刚刚外面有机车声，但、啊、因为我这边收音收的超好的，那怎么办？因为他会转几颗给我啊？赌他有五颗，开始密赌他有五颗，真的用赌的？你要用赌的，是吗？飞。如果巧巧笑我，给我四颗呢？巧巧今天有开台吗？他会笑我，给我四颗。可是我这样也没办法回，啊、除非我开妍希吧。对啊。嗯，有五颗。可是真的很远呢。我强化盾真的，拼图盾真的不行。我觉得拼图盾，你看我刚才是两颗，就你会一直想要把东西塞在里面，然后你其他就完全失智，对，真的是失智，你就完全不让手忙脚乱，只是为了把它塞进去，然后就失智了。转一颗应该可以带走它。同时消除相同连击。树木的水及木才可以对它造成伤害。我先开妍希哦。我只能两康啊，我木、水木各两康，水就不能三康，颗数不限。你算准转水一组就要转水，留意一下河底没被攻，考虑二木二水。对啊，只能二木二水嘛，热销。那我旁边那个就不用动啦、啊。要相同，你觉得伤害不够要加龙科？欸，那我要加龙科吗？就各两康，那我可以转水五科吧？科数不限的话，那我可以转水五科，然后水五跟四嘛，一二三四，水五四啊。
要加龙科，开龙科，开龙科直接碾过去。水珠都转掉了，智障！我的水，我的水，哎，这里怎么办？他会那个，哎，吸收那个，哎，他会吸收他的那个能力，哎。反正这里还行，这里可以，这里可以洗吗？先打右边没关系。水果不痛，先打右边，打右边是水果不痛。可是哦，我现在也没办法打他。我可以全体攻击吗？如果我现在有很多水珠的话，全体攻击会残血只剩一只吗？会不会记就是一只先打死之类的？你记得这关要洗技能的，还是单体攻击好了？因为如果会不会突然把那个秒掉啊？就算继承了，你也可以哦，继承也可以过了就对了，继承也可以过，可以，但都要回满血，就是要全体，全体好了。不可能都秒，不要只留水口就行，因为他继承打你也不痛。这关系技能用，再一次全秒就过了。那我要洗技能吗？不用了。对啊，就要洗一下技能啊。要杀水口留暗口。对啊，还是我要洗技能。流水狗是 CDE 17000的，一组全体简单，一组全体，一组单体，要留就留暗的，要留留暗的，是不是？嗨，阿肥，你可以杀水留暗哦。年限我延期蛮久的，五哎，五跟二哎，我觉得还是要洗一下，而且小乔还有事，所以我应该要杀水留暗。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单体攻击哦，直接打他。啊！手残。手残，我还是全体带他走好了。我还是全体带他走好了，我好害怕啊。吓死了，乔乔还有事先睡了。
哎、欸，人掉卡嘞！你要插 M 啊！我讨厌了这个哦，真是关关机车，关关机车，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这是水盐，没洗好，不好过叉烧。我现在用荧幕清洁剂呀。三 ，CD 三，三跟二。关关机车关关不说，带走他，看人西波带走。关关机车但关关不说，叉烧。这张是叉，这关是叉烧，突然就有点饿，好想先自己。好了，开演戏啊！好机车哦！我可以烧吗？我可以烧自己吗？水尽量烧就能带走它了。我可以烧。反面不错吗？四组，一二。三一一二右边中间水开始，左下好难哦！不要烧到回不来就行了。可以做四组房面基本七康，真的假的？你们怎么看到的？
哎、欸，可以耶！可是没有水族，它是转渡翼的吗？他为什么要把我的水珠转成活腐尸？这里怎么办？这里就直接整版面。它会有，嗨，晚上好，豆花 Jacky， 开启神秘力 CD 1，乔乔要乔乔帮忙，尽量消靠天降。太好，天哪！开始命令以后有事，那我要开吗？转山煮水，礼拜二会再退取人气一耶。这人物怎么来着？
到这么晚还要上工？对啊，我还没睡。安安建成，好了，开始魅力，可是要做全体一组睡。开始魅力吗？我先转看看好了，死的就克死吧，不管了。还是一样啊，也过不了啊，他血很厚哎、欸，他血超厚的哎、欸。而且他这样一二三四五六，四五六，你不死就会过。这次我确定建议死密。开始魅力，然后呢？没睡饱的魔物，你强化不要全消就都可以打。强化不要全消，
真的是烤到我嘞，而且它还一坨哎。你叫我强化不要全消，这个我怕回不来而已，你右边水，你右边的水拉火，往左拉，再做水一直。啊，看看往左拉，再做水煮，水珠一煮，刚好三组留两颗。不懂耶，看不懂，最上面四排，下面五颗，右边不动。最上面四排，最上面四排，下面五颗，右边不动。啊？可是这很难拉出来，我觉得，因为它这边太多坨了。如果我这样，一定会做出一个强化，一定会做一个强化给他。我怕回不来而已，我只怕水，我怕水珠回不来，就是如果我一直要流的话，
拉暗中间的幕，拉暗中间的幕。对啊，我在想是拉这个啊，这边我完全看不懂哎、欸，右边的那个。他讲右边这个我听不太懂哎、欸。新干爹来啦！感谢你的订阅，谢谢你的订阅，谢谢，感谢订阅，谢谢钱子，谢谢，感谢钱子续订。那一定会被烧到哎、欸！我看，对啊，我也觉得一定会被烧到。一定会啊！一定会烧到也不行，烧到也不行啊。看不懂你说的，我看不懂你说的。留了强化珠，就他还没带走。留了强化珠，还没带走，可能要再一回合。而且他这个只能做两组哎，而且如果我做两组。是哎、欸。
赤康，然后一煮水，一煮七水，这样子 OK 吗？嗨，谢谢，嗨，玉叔，因为我看到你在台下，我就直接有认识的，对啊，我就直接给他，感觉要耗很久。我也怕明天还好啦，因为我昨天也睡很少。晚安你。神秘力量，你会看我怎么能对你笑？偏这样的意思。再来是强化妲己，可是我最后一颗欸。我还要再做强化哦，开延期吗？做五颗等天降吧。对，还是我要做五颗，还是开延期加龙颗绿？嗨，弹头。还有三回合，洗技能就好，不用开龙科吧。他越攻越强，慢慢打就好了吧。如果挤得进去的话，好，你要小心，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后天的状况，明后天的状况，保持水就会有强化，就慢慢打，慢慢打他。这月攻略场只能撑到第二、第三下就会死了，先做水强化刚好一下。嗨，晚上好 ，Yes。看艾米丽有没有跳，还有六，因为我刚刚开掉了。你说什么开龙科吗？你说转完开龙科还是怎样？直接开岩溪，然后转，保持有强化珠就可以过了。他要 CD 六呢 ，CD 六，那我就直接转喽。天降掉了，怎么办？好衰哦！好啦，赵平顺桌了吧？你再讲一次吧，你再讲一次吧，要开什么？反正写了两回合嘛，反正写了两回合。你说，
你说的下来就是什么？开选秀、喔？帮补的概念。开水岩蜥加龙科，加龙科不要流火流水，所以火要全部清掉，然后流水。怎么办？有火哎、欸！这绿珠太多颗，居居。嗨，冰心，太多颗了。你不是说不要留火，不要留火，先转一盒，开炮兵，先开炮兵，先开炮兵，开炮兵。那我现在是要开基友日是先消火。那我要把木消掉吗？还是我只单纯消火就好了，其他不要管。火绿珠没有光珠，没青珠，别乱浇，火全消掉一回合。绿珠可以消水珠补血，有火珠木也可以消掉。哎、欸，他就是留很多木珠给我哎、欸，他
还是留很多木珠给我，我刚刚削掉了。可是我过了一颗，可是我刚开了就过了，都开全送他木柱美茶，给他小吧，开盐西加机油。要转四回，要有五康是不是？要有五康。我的实况怎么一直那个啊？来到了九康，转芭比转纸牌，五康手机不背叛的话很轻松。对，如果他不要背叛我的话，通关了，一整个感动。对啊，接了两个那个泉水跟。刚刚有八颗火珠，稳我还可以睡，还有一只狗狗。你只有龙科那边超乎我想象，因为有时候我就不知道那个很难流进，你知道吗？不是啊，应该说很难，因为我不太知道说它消强化之后会把那个把香客的属性也一起消掉什么之类的，那个我真的不太，我不会去记得它。对啊，所以就我就看到什么就直接消啊，我就觉得好难留。应该是说不要一直强迫消五颗吧，如果我消五颗就会发生这种问题。对啊，要不要升级？升什么？晚餐现在才吃，天啊，应该是宵夜了，可以睡了。遇到我的话，如果有在单位上遇到我，应该是可以合照的。要升级了99%，怎么办？算了，再打一场地狱嘛。反正我就是觉得，我应该也不会那么快过吧。那件衣服很可爱，对，这个很可爱。等一下，龙科消全爆同属，消连消五颗会全爆克。特殊细节不重要，就是临时通关。对啊，那个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样会爆掉，请勿为难我，不对啊。那暗的还有全暗，对不对？全暗的话用吕布嘛，对不对？吕布对，还有谁啊？还有炮兵，对不对？这个啦。还有谁啊？快去升华，升华谁？升华谁？可以喂食。星期一见湖，好。龙科这里要消光墙加全曝光，消五光等于消全暗。消五个光等于全，好复杂哦。可能不够力，是哦，那就不要按啊，那只能带炮兵啊。按的炮兵，按炮兵，我好像没有，可能要巨蟹，
欸，巨蟹多久没出来用了啊？巨蟹，巨蟹，我跟你讲 ，CD 超长19，我可能啊，算了，反正也没有开到它嘛，反正也不会开到它。体力太多，我会去生活。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一次通关啊，我觉得。这衣服是全什么？晚安，晚安，有人要先睡，晚安。炮按炮兵可以，上我可以。按 I 可以炸掉，那中间要配置，可以正常吃。没给点自信，哎，我真的是超没自信的，真的。按开可以炸哦，那还有什么？那还有谁？吴心乐，这个名字很特别。宅宅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你好强哦！看箱子，对啊，衣服是全套的。那个貂蝉要带吗？因为他那个我没有练满地，还是带那个路西法？不是，哎哎哎哎哎哎，这是什么情况啊？哎，繁花喷火钻，英雄或诸葛，诸葛我没有练、欸。那英雄没有强化珠啊，那英雄没有转强化珠，那带优格只有转暗，优格没有转强化吧？哦，暗北啦，对啊，暗北啊。哦，优格要变身的哦！哦，变身后，变身后的万劫，那我还要带谁啊？变身后的万劫，那还要带谁啊？他的直接转换是星座叫暗强化师，不然向日葵也行。向日葵是因为他的 CD 很短，所以蛮好用的。那另外一个呢？沙旦可以过带诸葛，可是我没有诸葛欸，不是啊，因为我没有练他，没有练他，怎么办？没有替代他的方式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你的看守者。我们爱看这个，但是我好像没练、欸。对啊，爱看图的是谁啊？暗北可以代替暗看守者，为什么要诸葛？对啊，我去厕所，你们看一下。
没有。我讲话帮哭，不要诸葛，正常讲话都有。暗看从者是拉贵儿，大写就带洛基吧。洛基看守者是哪一张啊？诸葛没练，看北欧比较好。拉贵儿是谁啊？看着看守者，长得很像 BB 那个吗？应该是没练吧。对啊，哪一张啊？拿大炮的暗神族，暗神族。这个吧，是吗？不是耶，这巴比伦耶，哪一张啊？暗神族、暗天子没练。五张，你说这个哦？看守者，对啊，五张都没练，对啊，一个都没练，哈哈哈，有够夸张。他很常用吗？他还好吧？这他们还用的，真的吗？那我要练一下，看基友合体。好吧，那就带他哦。这样子，你看一下下面那个，这样可以吗？他解放后加升华好像很好用，解放七 D 六两倍，前解之后，我的背包快炸了，真的，我的背包，我希望背包可以越买越大，我希望背包它可以是，就是再多一点，我觉得包包真的是太小了。二风王。那凤凰好像还好，没有特别练它，练到技满，我不知道好不好练技满。对啊，要带妲己吗？你们认为呢？能带向日葵？有，应该可以带向日葵吧。你们觉得要带向日葵还是要带妲己？嗯，哦，那这样我要进去咯。我希望两点可以打完，两点可以打完。我怎么带这个啊？是带吕布吧？是带吕布还是要死？你们是觉得用吕布比较好吧？嗯，对，带一人造成35000点，主线快50%。他也不能用龙哥啊，普通他的减号50%，人力攻击员38%。
吕布比较稳，你们觉得带妲己会带妲己哦？叉烧还可以用，可是这样子的话，我哪应该要换成妲己啊？暗英雄换成妲己，可是暗英雄可以用在第二条血啊。没关系，就先打看看吧，先去看看。大家都睡着了，这个我要攻击他，不是就等于要全体带走吗？因为他吕布。单体不是变全体吗？那如果我转单体五颗，不是啊，都转单体，它不是会全体攻击？十二，我就知道。听说现在开始发号码牌了，怎么？哎，怎么？为什么会半夜发啊？向日可以换成妲己哦。前面用力打哦，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喜气耶，怎么办？因为有新的公告啊，真的假的？有新公告哦，他们人太多，明天一早号码牌才能领东西。那他们现在要发号码牌，那这样大家就不用去排了的意思吗？是啊。死定了！哎，我真的觉得会有二次发单，这真的很难哎，31。这什么啊？来自现在的试炼，这打完会身体吗？这打完有那么多经验值吗？打贪婪好了，进光珠30。第二天起参加人品大爆发，及投入神魔世界。
对，玩家每人只可以凭一张电玩堂原本才可以获得参加。哦，因为太多人排队了。不过听说人品大爆发，今天要排单。对啊，好像今天都排得蛮夸张的。对，第一天很热闹，可是我觉得六日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啦。对啊。改在 T 台后面，拉到戏区了啊！就是那空地嘛，是要拉到空地去。变得跟香港一样了。三级啊！对啊，如果他领了号码牌，他可以回家了吗？他可以回家睡觉了吗？我觉得地方超难的欸，如果领完可以回来，我明天要去拍。你爱去哪就去哪，其实在旁边好有顾。悲剧，至少都要三组五颗。可是他用转珠秒数变短，我觉得哦好，你又要转直排，真的好累哦。解说，怕有人带牌。
他也是全体攻击啊，所以这里真的是要带走哎、欸，也没办法单体攻击。你现在素颜吗？对啊。皮肤好到让人家怀疑是不是素颜，没有，因为会反光吧，就是光的关系。嗨，合作君子，谢谢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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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写揍他，这里怎么办？我真的开那个呢，我只能开万劫第一击。而且我现在回血，我只有四颗，我回来吗？天哪！加什么好？等一下啊！我现在在关卡里面，可能没办法加。回血要回到15000。他回血有这么强吗？可是我没办法，如果我转心的话，我就没办法。嗨 ，LUFF， 昨天电玩展有看到你，你有来合照吗？怎么办？我如果回不到也是死啊。可是我如果开优格图，也是，就是可能会被转走心，对不对？所以现在是不开，然后回血，用力转回血，对吧？嗯。礼拜天电玩展你会去吗？会啊，可以来找我。开过度量会被转掉，嗯，怎么办？哦，有回得来耶。可是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那我现在只能带，可是带得了他吗？如果我现在只有一季，现在也没新珠啦，现在只有两颗。如何？怎么办？开吕布让他死。这样的话要转三排五，三个五颗，对不对？三个五颗。三个五颗有点难哎，而且他如果连在一起，我会不会被问号珠海死啊？是电玩展往上转播吗？好像不会吧。哎、欸，这个电脑到底怎么回事啊？刚刚有那个哎、欸，
夜市2882，要加好友。我现在刚好退出了，可以申请一下啦。如果有要加我好友的话，那记得要挂名哦，朋友确认。我现在清空后，拒绝全部申请。好啦，你们现在可以申请了。然后申请完之后，我会再加你们。先要挂名，没挂名我不会加。然后这个体力打完，我们就睡觉，不打了。对啊，这个三次吧，应该是打完三次不打了。查案珠，真的觉得这个神难呢、欸。怎么进下一关？很烦呢。GG。这卡信柱也没办法啊。对啊，撒旦会比较容易吗？对吼、哦，我有回题。撒旦会比较容易吗？吕布超强哦，我又忘了看了，就跟智障一样。
我可以开，烦哦。那开季哦，开季哦，开吕布。这个怎么、哦？这个真的很烦。到底要怎么切住比较好？拼图盾，开洛基，哎，开洛基就行了吗？还是要开别的？我妲己还没跳哎、欸，天哪！那我真的不该。哦，真的是心脏要很大颗。好了，第二条血了。哪一天会上台比赛？因为现在行程都打乱了，因为今天就是有变更所有的活动，所以应该是今天去才会知道之后的行程，因为他们全部都改了。对啊，包括今天都那个，包括今天到下午的行程都还在更动这样子。对啊。就有调整，到今天才会知道。第二条血，开英雄，第一下扣50，那应该要开龙科了吧？水木各消一 combo， 记得要龙科留水木，水木各一 combo 哦。转开龙科，水木各一 combo， 水木各一 combo。龙科哎、欸，怎么办？我没有开龙科哎、欸，
开吕布。转完龙科要那转完龙科要留什么猪吗？吓死人了！我妲己还在睡觉。小洗一下技能，可是他还是会全体带走吼，因为对啊，他的技能就是全体，麻烦。也断线了，两只要杀死掉，妲己剩一啦，剩一了，那第一条血怎么办？开吕布，晚安，期待明天见。
记得来找我，可以看游客图，这样打就可以了啊。对吼，那我现在要开妲己要在这里吗？还是妲己要再下一个？你们认为呢？哦，这里写差一点点。嗯，六条血，记得留强化。哎、欸，刚好有强化哎、欸。你说这一关要想强化吧？对啊。吕布，还有一，吕布还有一，记得转强化。这好难哦！对啊，贪食蛇。开妲己。开北欧跟妲己嘛，可是还是要回血的话，我可以看优格第一季吗？看优格图第一季啊，拍纸拍，嗨，苏姐。对啊，我很怕排的时候会死哎、欸，因为排的时候，对啊，这个太难排了吧？要排五排五排排五排吗？牌子的吗？
开吕布打几吗？我想开吕打，吕布加打几吗？开岸北我吕布打几？吕布打几？回血，按药转全体。死定了。你两组星先补血吧。两组星补得回来吗？对啊，我龙科可以补。嗯，龙科可以回12000。是沙发，是沙发。我想一下，如果我等一下要烧掉全火。如果我等一下消到全火的话，那我先消一下。哎，没差，反正可以装版面，其实也没差哈。因为我等一下如果开优格图也没差吧。
王二开优格转星巴比转巴比就是还好有高分，我刚很抓哎、欸，我刚超抓的。巧巧在打什么生地狱？生机地狱。收工，收工，还好我们转职拍五颗啊！好啦，真的果然两点以前，两点以前让我打完了，Mr.啊，好感动哦！对，结完成就了，耶耶！我可以开心的去睡觉了，明天可以开心上工。两点，啊，好紧张啊！我太搞了，我可以这样睡饱的我。好啦，然后就是，收工了。然后明天，对，如果明天、后天就是电玩站有来的话，期待见到大家。然后记得都要来跟我相认哦。既然来跟我相认，然后有看到我的话，应该没问题，都可以合照。就是如果我在上工，就是在工作中，应该是没问题的啦。对啊，开心，结完成就了。对啊，明天又碰到熊猫猴。对啊，好啦，那下礼拜二有退取实况的那个退取的摊位，记得哦，因为我礼拜二，希望你们都可以来，因为那个其实我还蛮怕排队排不了100名的，对啊，然后你们不来我会很伤心，因为大家很多人都觉得100名很容易就是会被抢光，然后就想说让给其他人，你们不要就每个人都想说让给其他人，然后就当没人排。我就觉得天哪，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好啦，让给其他人了。礼拜二哦，记得来退取摊位为我加油。而且毕竟我在退取就是经营，算一年了吧？对啊，就是觉得很新。对啊，你们也知道。我开订阅，其实那时候真的蛮开心的，因为我开订阅才几个月。谢谢谢谢评论。睡了34小时没睡，真的蛮累的。好了好了，我们大家都可以去睡觉了。对，你等一下你还要早起耶。对啊，那个最后的时空，结果浪来浪去，最后时空。对啊。T 台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为我加油。对啊，毕竟我真的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当初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在退局的那一天，就是去退局摊位的那一天。对啊，希望明年在退局的成长会更进一步。对，这是给自己的目标啦。毕竟在实况组当中，就是我觉得大家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没有把我当作怎么讲，就是通常大家认定我还是会觉得我只是一个 show girl， 对，他们不会觉得我是在退去做开游戏的。对啊，我觉得能够给我肯定跟支持是，就是我觉得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我会觉得很感动，所以我会好好加油。所以我觉得有点语无伦次，就是我，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对啊，好啦，那总之就是这样子。好啦，可以睡觉了。然后
期待大家，就是电玩展见到大家。好啦，拜拜，开心，我临时通关了，可以睡觉了。拜拜，晚安，早上见啦，早上见，拜拜。新干爹来啦！感谢杨姑姑，感谢杨姑姑订阅新干爹吧，杨姑姑，感谢，拜拜，晚安。